大锤，我们选什么呀？选我，我可以给你们带来知识。我可以带来给你们很多快乐。快乐，我们选的手机吧，我喜欢快乐。那我们就选手机。好，明智的选择。给我们唱首《孤勇者》。对。好的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帅哥都一样。好，停！给我们放个动画片。我要看熊大。我看熊二。好的。熊大，我们去摘蜂蜜吧。哎呀，熊二，你怎么知道天天吃啊？我饿吗？选这个手机真的太对了，太好玩了。你们能不能别只顾着玩啊？有时间多看看书吧。看书？哪个无聊啊？对呀，我们不喜欢看书。动画片下一集。好的，现在给你们表演假装配题。好，我是乔治。书本宝宝，你怎么了？小朋友们都喜欢手机，不喜欢我这个书本啊。你别不开心，要不你跟我去黑暗王国吧。黑暗王国？对，你放心啊，我们黑暗王国的人最喜欢看书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走吧。走。书本姐姐，这道题怎么做啊？这道题啊，很简单的，我们可以用除法。除法？对，来，我教你。一共有18支铅笔，5支装一盒，就是除以5，就可以等于3，然后余3，答案就是可以装3盒，还剩3支。哦，明白了，书本姐姐，下次我考试一定能考100分。行，有什么不会的随时来问我。啊，谢谢你。没事没事，给。怎么了你们两个，走快点呀。你看看你们两个考的成绩，一个3分，一个15分，这一次啊，一定要跟爸妈好好说道说道。完了，怎么办，静静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好了，赶紧走，找你爸妈去。爸。哎，你俩有什么不开心的？我给你跳个舞，唱歌吧。还唱歌跳舞呢？我们不开心就是因为你这个破手机。啊？你们怎么怨我呀？是你们喜欢我的，我们现在不喜欢你了。我现在特别想念书本。可是书本它去哪里了？手机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找它呢。你也找书本？为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离开书本，我的系统都没有办法更新了，小朋友们都不喜欢我了。什么？你的系统更新需要书本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？我只想让你们更喜欢我。哼，都怪你，你个自私鬼。那现在书本在哪呀？书本好像在黑暗王国。我们赶紧找书本吧。找到他，给他道歉，快点走。好。哎呀，书本宝宝啊，自从你来到我们黑暗王国，我们这里的孩子成绩都大大提升了呢。书本，书本，找到你了。你们怎么来了呀？我们是来给你道歉的。对，我们不应该不喜欢你，对不起。我们错了。自从离开你之后，我们每次考试不是考0分，就是考10分，从来都没有考及格过。是啊，书本，你要是再不回去，小朋友们都不喜欢我了。可是明明是你们不要我的，我现在在这里有好多好朋友了，我不能回去。从前是我们不对，现在我们知道错了。你就跟我们回去吧，书本。是啊。哎，书本宝，你就跟他们回去吧，看来他们更需要你。那我得问一下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应该要跟他们回去吗？让他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们知道错了。